这两天成都终于回暖了，太阳特别好。我们到咖啡的姨妈家玩，姨妈家里的猫叫对对，他们俩互相不敢接近对方。吃完午饭，我们就带它出去逛了一下，陪我们去买杯咖啡。去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在饭店门口遇见一只非常可怜的小流浪。饭店老板说他是前几天才出了车祸，把后腿给压到了。不过好消息是，饭店老板已经决定收留他啦。